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88面，688面倒数第二行，从最后两句开始。尊身敬善，仁慈博爱，这两句是经文。净心律，圣通佛身，善事出世法，是无上宝啊，故净持。此则三宝也。世出世间，最尊最贵，称之为宝，无过于世啊。现在人尊敬的心完全失掉了啊！今天社会这个尊跟敬是有名无实啊，那么它是世出世间一切善法的根源。这两个字没有了，也就是说善法断绝了。善没有了，当然恶就生了。所以说恶法在现前，兴旺无极。善感得的是祥和、仁慈，我感得的是灾难。是痛苦。我们这个经上讲的痛少啊。我们生在现前这个社会，读这段经文感慨很深。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个世界还会能正常吗？天下多少人都有这个疑惑，高层的领导也不例外。似乎对于安定和平的信心都没有了。这个原因到底在哪里呢？为什么过去社会那么好？诸佛菩萨刹土那么样好？我们有没有认真去思维观察？冷静，认真思维观察，你就看到了。盛世一切美好的第一个因是教学佛菩萨的极乐世界也是依靠教学而成就的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教学没有了，那许多学校都在教啊，教的是技术，教的是知识，没有教伦理道德，没有教学会做人的智慧。啊，换一句话说，圣贤的教育与本性相应的教育没有了。用佛法的名词来说，现在的教育是心外求法。啊，心外求法，则佛法称为外道。啊，外道可以扰乱，不能恢复正常。这就是今天社会动乱的原因。啊，地球灾变的来由。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了，真的明白了，那要问，社会能不能恢复正常？地球能不能恢复常态呀？答案是肯定的。只要你教，为什么？人真正学了，他才明白，他才觉悟，他才肯回头。道理就在此地。啊，如果不认真的教，不认真的学，啊，教的人不认真教，学的人不认真学，这个灾难是决定不能避免。啊，你要问什么原因？这是因果的定律。啊，善因感得善果，恶因必定感恶报。啊，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啊，科学也没办法逃过。认真教的人，像孔子，像释迦，你所教的，你全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彻底，做得非常究竟。为什么？跟性德圆满的相应。啊，学的人要认真学习，要努力把所学到的东西做出来，这才起感应的作用。啊，就能把这个紊乱的社会恢复正常。啊，乱世恢复和谐。啊，地球上这些灾变，啊，天地灾变呢，也都能恢复正常了。为什么？境随心转。啊，我们可以把佛经上这一些教诲完全实现了。啊，所以头一个要紧的，我们有没有尊圣敬善的心？
我们中国人古人说尊天信祖，哪一家不相信祖宗？民间啊，中等人家自己有个房子，你看他的堂屋啊，过去中国人堂屋就是正厅，当中供祖宗。啊，学佛的人供佛，不信佛的人都供祖宗牌位。敬祖啊，人不忘本呐、啊！啊，你敬祖，祖宗的教诲你能不听吗？啊，祖宗教诲在哪里啊？过去每一家有祠堂，每一个祠堂有家谱，家谱里头有家训，有家规。那就是祖宗留给后代，希望后人生生世世都遵守。啊，敬祖啊！现在人怎么样的？轻慢圣贤，不敬祖宗。狂妄自大了，认为自己的能力超过祖宗太多了。祖宗还有什么值得尊敬的？啊，圣贤都是骗人的。啊，这种概念。在妄心里头根深蒂固啊，所以现在人不好教啊，许许多多家长见到我都跟我讲小孩不好教，小孩是真不好教吗？如果说老实话，是你不会教，不是不好教。啊，你怎么不会教呢？你没做到啊！你去想想，你怎么对你的父母？你听父母教诲吗？你不听父母教诲，你的儿子会听你的吗？一报还一报嘛，这因果报应嘛。啊，从前做老人的不一样啊！啊，做老人不管有没有读过书，是我们家乡的风俗习惯。读不读书不重要，懂得做人重要。啊，从小父母就给你做榜样、做模范，你看他是怎么处事待人接物。你天天看呢，自然就学会了。啊，最根本的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诚，一个敬。啊，里面真诚，外面恭敬。啊，《礼记》第一篇《去礼》，第一句话：无不敬。一切恭敬啊，人从小学会了，这一生这一辈子对待一切人事物都是一个沉静，里面沉外头静，他学会了啊，这是个根本的啊，现在人没有，现在人傲慢、自大，
啊，对一切人丝毫谦虚都没有，啊，自以为是，啊，这个世界怎么可能有安定和平？这个地球怎么会没有灾难？这是今天教学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啊，没有沉浸不能教啊。学生听不进去，你教是白费功夫啊。啊，他不得受用。印祖常讲，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他没有沉浸，所以你苦口婆心去教他，他得不到利益，时间长了还嫌你啰嗦，说些无用的话，不切实际的话，他这么批评啊，你叫他沉浸，他反过来问你，现在社会上谁沉浸啊？沉浸的人吃亏啊，沉浸的人被人欺负啊。啊，他认为什么是对的呢？认为斗争是对的，自私自利是对的，损人利己是对的。啊，这些概念从小就教，从幼稚就教，叫竞争。啊，你要赢人，不能输给别人。啊，从小孩就要拼命去争，争一辈子，最后到阿鼻地狱去了。啊，这是斗争最后的结果。啊，最后的果报是阿鼻地狱。啊，忍让吃亏，中国古人常说，吃亏是福，处处忍让，不与人争，他最后的归宿是天堂。不一样啊，古人讲的吃亏是福，这个话讲得非常正确，吃亏的人到天堂，啊，不肯吃亏的人到地狱。不肯吃亏的人，现前所得到的小福报、小甜头，享受的时间很短。吃亏的人现在很苦，受苦的时间不长，将来到天堂享福的时间长。这都是事实，但是现在人不相信，说这是迷信，这是封建时代骗人的东西。所以，圣贤的教学，佛菩萨的教学，这个现实的难关不容易冲破。啊，所以真正有志好学之士，首先要培养自己的耐心。别人不肯做，我们自己做，我们要坚持，无论在怎样困难险阻的环境当中，
坚定不变。我咬紧牙根还是走下去。这个世界什么时候才会有安定和平呢？我们预估大概3代4代以后。我们这一代怎么辛苦经营不会看到的。能够留几个种子就不错了。现在虽然是有灾难，灾难没有现前。科学技术里面，这媒体的传播，这是非常好的工具，我们尽量去用它。一旦灾难来了，这些东西全没有了。所以往后依靠的是要依靠书本。这些科学的东西全没有了。所以书本还是必要的。现在多印一些书本是好事情。因为将来唯一依靠还是书本。那么说到书本，中国古圣先贤的东西，文言文所写的，我们要依靠它。那依靠白话文注解靠不住，为什么？白话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个人有个人的解释，你看看大家白话文翻的不一样，意思不相同。所以真正要学，不学白话文，学文言文。我要原味，原味尝到之后，再看看白话文，看看他们所理解的，跟我理解的一不一样。然后你会了解他理解的深度不够。真的东西他没理解到。深层的东西他没有理解到，为什么？他沉浸功夫不够。不要忘记印祖的话，十分沉浸就十分利益，百分沉浸就百分利益，你是万分沉浸你就万分利益。这是每一个人学圣贤他得的东西不一样。这一句话要相信，沉浸心不一样。为什么？沉浸心是真心。也就是说，古人的东西，越是上古时代的，是沉浸心全部流露出来的，像佛菩萨的经典，圆满的沉浸流出来的，你必须有圆满的沉浸，你才能完全理解，这是自信的东西。这道理在此地。不是无理的要求啊。这是秘诀。学东西的秘诀。那么你就晓得。100个人学。每个人沉浸心不一样。他得的东西不一样。他写出来心得报告不相同。你要真正得到原味，原汁原味，那你得有1000的沉浸，10000的沉浸，你才能尝到原味。所以，尊身敬善呐，仁慈博爱呀，这两句话太重要了。我们教人能不能成就是这两句，
我们学习能不能接受也在这两句。啊，这两句现在人把它丢得干干净净。啊，对人称尊敬的某某先生，那个尊敬有名无实。啊，有尊圣敬善，后面才有仁慈博爱。前面这句没有，后头肯定没有。尊圣敬善是里子，仁慈博爱是外表。啊，景心曰：“圣通佛身，佛是圣人。出家修行人是圣人，圣人的弟子，他们在学圣人。啊，那如果说是。”打着佛圣的旗号，冒充佛圣的弟子，不是真正学佛的。这个接受别人的供养，罪过很大了。你看《地藏经》上世尊讲得很清楚啊，你造作无逆施恶的罪，佛都能救你。你盗窃出家人的罪，佛不能救你，没法子救你。啊，为什么呢？那个罪太大了，比造无逆罪还要重。啊，无逆罪，诸位晓得，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这个是触佛身学，破后和身。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居士林把《地藏经》这一段印成了单张，到处贴，我们随处都能看到。啊，提醒人家，千万不要起恶念呐，就到常住屋。这是十方善信的，辛辛苦苦、恭恭敬敬来供养三宝，他们是来求福求慧的。你把它拿去自己去用掉了，这个罪比盗国家的财物那个罪还重，不知道重多少。啊，佛菩萨都帮不上忙了，你怎么办？无间地狱啊，阿鼻地狱啊，够你受的。啊，今天造这个罪的人很多。没有人知道，
造罪业的人自己也不知道，没有人讲。啊，刚才说过了，你对圣贤没有诚敬。啊，纵然跟你讲，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你不相信，你不接受，你说这个是骗人的。啊，自以为聪明，骗些愚痴的人。啊，如果这个话从经典上来的，经典是佛说的，佛不会骗人。啊，人会骗人，佛不会骗人。这不能不知道啊。啊，出家人的财物，你在迫切需要的时候，出家人也修布施啊。啊，印光大师当年在世，遇到了旱灾、水灾这些灾难，啊，他也把供养拿出来。不是啊，救灾啊。啊，那这个钱灾民可以用啊。啊，印光大师做给我们看的，他老人家一生。四众供养全部都是用印金，他为什么这么做？啊，这就是讲经教学、弘法利身的事情。啊，他自己在外面讲经，语言有障碍。啊，他的家乡音太重了，一般人听不懂，所以他一生用文字。啊，印这些经论善书，啊，只要是能够劝化世道人心，帮助大家觉悟。帮助大家回头啊，这些文字他通通要印的，通通流通啊，流传啊。所有力量集中起来做这一桩事情啊，这一桩事情真是大好事啊。啊，你要问在这个事情，做哪一桩事情是功德第一大？国报第一殊胜就印经。啊，劝人转恶为善，转邪为正，转迷为悟，这个东西最善的，没有比这个更善的。改庙不行啊。庙盖好了，没有人去讲经，没有人去弘法。烧香叫人烧香磕头求升官发财，那叫提倡迷信。啊，你就知道了。释迦牟尼佛一生在世，为什么不盖庙？
他要盖庙，他的福报大，信徒多，供养多，处处都可以盖庙。啊，佛陀一生盖个几百个庙还能成问题吗？不成问题啊。啊，为什么不做？我们多想一想。啊，全部的精神体力通通用在讲经教学上。佛住世80年，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是禅机，都是奥秘。啊，我们听到了，看到了，看到现在文字经典上记载的。啊，我们去思维体会它的真实意义，愿解如来真实意义，它用意很深。啊，那是真实智慧，真实学问。啊，这教我们敬三宝。三宝之究竟，是自信的三宝。啊，自信觉是佛宝。自信正是法宝，自信清净是僧宝。啊，所以从自信上说就是觉真经。啊，从形象上看是佛法僧。仁慈博爱，说博济众民。啊，博是普遍。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即是救济，啊，众民是众生呐，众生苦啊，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失自信来的，啊，怎么救济他了？他要明心救性，他就不苦了。如何帮助他明心见性呢？这个要教学。所以，佛家教学的目标是帮助学习的人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个教学就圆满。学生见性了，他毕业了。没有见性，没有毕业。啊，所以佛救济一切苦难众生，不是用物质。也不是用精神，没有其他的手段。只有一个教学，就这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普度众生。我们再回头看看其他宗教，最初宗教创始人也都是用教学。神通特异功能，偶尔有时候做一点辅助作用，它不是主修的。啊，主修是教育。所谓博爱济众，
爱心是动力，你为什么肯那么辛辛苦苦去帮助别人？那就是爱心。爱心，佛家讲做慈悲。世间人提倡博爱，外国宗教讲博爱，孙中山先生讲博爱。博爱两个字出自于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所说的。仁慈博爱是他讲的，仁，推己及人，想到自己一定想到别人，这是人性啊。慈就是爱。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叫慈。这个爱心充满智慧，不是感情用事。世间人常讲爱，里头有情。所以叫情执。情执太重了，很麻烦，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佛家用仁慈，用慈悲，爱讲得很少。这个地方爱上面加个不。就是慈悲的意思。不是没有条件的，没有情执的，是平等的爱。这跟慈悲的意思就非常接近了。当求度世，世事世间。就是指点六道轮回，自度度他，自觉觉他。帮助自己成就，同时也帮助别人。我自己天天在求觉悟，同时也觉他。我们今天跟释迦牟尼佛不一样，释迦牟尼佛是已经大彻大悟之后来教学。我们今天呢，每一天把自己学习的心得报告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也是自觉觉他。这也是自度度他。第一个度的是度自己，自己不度怎么能度别人？我自觉自度，每一天进展，天天向大众报告，要把大众看作自己的老师、自己的父母、自己的见学。他每一天督促我，看着我在进步。上台上讲的人是学生。我们如果用这种心态
肯定你有进步。啊，古圣先贤告诉诸位，全是这个心态，没有例外的。啊，如果有例外的，例外的这个人，他的成就是世间法。啊，他所得到的是知识，不是智慧。啊，甚至还拿个这些赚钱，求一点小利，什么呢？我上课要费用啊，要重点费的。啊，不交重点费我不讲啊。啊，那是一种生意买卖去了。啊，现在这个风气很盛啊。我在美国的时候，很多同学告诉我，法师啊，你讲经每一场要卖票啊，越贵呀，人家就越赞叹了。啊，你这个不收钱的时候，人家说你没东西了，你假的，不是真的。啊，密宗上师在那灌个顶，好像灌一次顶是50块美金呢。啊，我们跟人收皈依的时候不收钱了。大概你这皈依没什么效果。你如果顶100块钱，一次皈依，好，你比那个灌顶超过了。现在人是这么个心态，啊，真的是古人所说的“听偏不听全，认假不认真”。那就没法子了。啊，这些人来找我是好意的，我不能接受啊。啊，为什么？世尊没这个做法，祖师大德也没这个做法，我们不能开这个例子。啊，这决定不是个好方法。啊，他不相信我这法不要紧啊。过个10年、20年、50年、100年，他相信了。啊，那个时候相信啊，他已经没有他的份了，叫后悔莫及。决定不为名闻利养，决定没有贪嗔痴慢，啊，老老实实的去学。所谓佛度有缘人，啊，不要贪。一生当中能度一个人不少。啊，能度100万人不多。佛家常讲啊，不增不减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学佛真的把清净心学出来了，平等心学出来了，这个时候法喜充满，啊，自在快乐，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普令一切众生永脱虚妄生死，这字用得好，
生死不是真的，是虚妄的。啊，了解这一句，我们就不会贪生，也不会怕死。啊，为什么呢？生死是个假象。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啊，这个生死的根拔掉，不得斩断。生死的根是什么？爱欲。佛说的好，爱不重，不生娑婆。啊，娑婆就是指六道。你爱不重，不会到六道来。念不移，不生净土。你遇到净土法门，你念阿弥陀佛，不是专一，你不能往生。啊，阿弥陀佛当中还有第二念，你就去不了了。只许可有一念呢，不许可有二念呢。啊，重恶的根本就是五毒。贪嗔痴慢疑，这是重恶之本呐、爱欲是生死之本呐、所以佛教人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这是如来的正法。啊，勤修戒定慧。那我们要记住，《弟子规》是戒律，《感应篇》是戒律，《十善业道》是戒律。佛教学生。要循序渐进，不同意去超越，啊，先跳班，这个佛不赞成，啊，也就是说，你一定是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按部就班，啊，一年级、二年级这样去学，这是佛赞叹的。啊，超越佛不赞成。有没有超越？有，特殊的人，啊，所谓是天才，那是一万人当中找不到一个。亿万人当中也找不到一个，啊，几百年当中可能出现一个，啊，几百年、几千年碰到一个，太稀少了，这不能学。啊，所以人贵自知之明。啊，知道自己的根性，这非常之可贵。啊，为什么呢？自己什么样根性，采取什么方式学习，他能学得成功啊，不会劣等呐。啊，不知道自己根性，
啊，想学最高的东西，底下基础完全没有。辛辛苦苦学一辈子，一丝毫成就都没有。啊，最后怎么样呢？依旧搞生死轮回，随业流转，这就大错特错了。啊，不是上根立志，那修净土你就老老实实念佛，果然老实。果然自己肯定了我不如人，别人都比我强，我不如他们，我就乖乖地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个三年五载，他真到极乐世界去了，他就做佛去了。啊，自以为聪明的人，在大藏经里头啊，认真去学习这么多的经论，一生一百年学不完了。啊，还没学完，寿命到了。啊，该怎么轮回还是怎么轮回。只是阿赖耶识种一点佛法种子而已。他没有发芽，这都是实际的状况了。我们真的搞清楚、搞明白，就不会把路做错了，不会把时间呢白费了。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充其量我就一部《无量寿经》，或者是一部《阿弥陀经》。啊，《无量寿经》太大了，受持不了，我就受持《阿弥陀经》。行啊，不是不行。啊，久久受持，渐渐其如境界。啊，不知不觉的成就了。我们从净土圣贤路，从往生传去看，他没有用多少时间，也不过三五年而已。三五年就预知时至，就往生极乐世界，他就做佛去了。啊，自以为聪明的人，依旧在轮回里头打滚。谁聪明？谁愚痴？老实人聪明，聪明人愚痴。但是事实证明了，啊，聪明人是不错，勇猛精进，他生死的根没拔掉。他是带着生死重恶的根，他在学，所以他没办法了生死。那个老实人呢，什么都不会的人，他把那个生死根丢掉了。
爱欲丢掉了，贪嗔痴慢疑丢掉了，他的一句佛号念成功了。这里头厉害的是，应当要看清楚、看明白了，我们如何取舍？这两个人摆在面前，我选哪一个？学这个老实人，一般社会大众看这个老实人无能。大家都嫌弃他，甚至都批评他。老实人不在意，他还欢欢喜喜。纵然你恶意批评他，他还向你道歉。他自己承认他错了，感谢你的教诲。最后的结果，他到极乐世界做佛去了。批评他的人、教诲他的人，可能还在六道继续轮回，全都是现前的事实。只要我们细心一点，这都观察得清清楚楚啊！都在我们面前表法。问题是我们觉不觉悟，我们认不认识？是啊，轮回六道啊，贪欲为本。生死苦海，智慧难度。这个智是智慧，不是知识。知识不难度，所以下面说，以智慧见的，斩断贪欲无明等烦恼，即是拔断生死根本。见是比喻，智慧的利剑，把贪欲斩掉，把无明斩掉，贪欲是见思烦恼。这里面自然包含了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他说一个头，说一个尾，当中是自然存在。三种烦恼都断尽了，这就成佛了。是，这即是拔断生死之本。如是在永离三途之苦，超越六道了，永远告别三途。三途就是六道，六道轮回。握尽在烧通聚息，握尽还讲吸气，
贪嗔痴慢疑的习气都断尽了。啊，这是谁呢？阿罗汉。阿罗汉把贪嗔痴慢疑、杀盗淫妄酒的统统断掉了，习气没断。啊，把这个习气也断掉了，就不叫阿罗汉了，就叫他做辟支佛。啊，阿罗汉身一即就是辟支佛，辟支佛习气也没有了。啊，古云：“当离三途，犹不苦痛之道。”六道离开了，六道里面这些苦痛永远告别了。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啊，第二段。劝断正身心。啊，经文里头，若草作善，云何地矣？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断，身心洁净，与善相应，就是这一段。啊，到与善相应。啊，这是这一段里头的第二个小段。端正身心，与善相应。世尊，直指作善之第一。啊，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云何第一了？第一善是什么？啊，我们用最简单的字来说，第一善就是端正心念。佛说的，不是普通人讲的。佛对于世间一般大众讲的，啊，端正，怎么叫端？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自信本具的性德智慧相应，这叫断。那我们的性德老祖宗所说的就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从哪里入门？现在这个社会看不到了，没人做了，也没人讲了，不但做的人没有了，讲的人都没有。我们今天想学，从哪学习？从《弟子规》学习，
弟子规里面讲的113桩事情，你都能够记住，你都能够实践，完全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待人接物。你这叫真干呐！真正落实，端正身心，真落实了。起心动念，不离《弟子规》；不起心不动念，也不离《弟子规》。《弟子规》就是你起心动念、言行造作的一面镜子。圆满跟它相应，这叫与善相应。有这个根，再学感应篇，再学十善业，毫不费功夫你有这么好的基础这三样东西是世间善的根基，再加上沙弥律仪，就变成除世间法的根本。无论你学什么，学儒你是神仙，学道你是神仙，学佛你是神，你是佛菩萨，没有不成就的。这些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人不必要视之便从，但是人不能没有智慧。智慧比什么都重要。下面为我们解释作善，作善浅舍为行善，就舍呢则为世心作福。这个作善意思与浅深不同啊！浅舍就是行善。摄善业道是标准的。摄善业道是行善的总纲领、总原则。十条展开来，多了。小乘人把它展开，十条变成3000条。小乘戒里头的3000位，就是十善业道展开的。大乘菩萨那更不得了啊！十善业道展开，大乘菩萨的84000细心，菩萨超出罗汉太多太多了。罗汉望尘莫及，84000细心归纳起来就是十善业道。真能小看他吗？
人往往看这十条没瞧得起，实际上他不懂。不了解，他真懂真了解了，哎呦，一看84000细心，十善的本质啊，就是究竟真实的。做善啊，第一做善，那是什么呢？是心作佛，啊，我们常说的，这个话不是我发明。早年我在李老师麾下，老师教给我的。老师教我们同学，学佛要换心，这要动大手术，把心换一换。啊，心换成什么？换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那你的这个善是第一善，端正身心第一善的，啊，阿弥陀佛代表智慧德相的大圆满。佛在华严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智慧德能相好，通通圆满了，没有丝毫欠缺，这叫大圆满。啊，谁是大圆满？阿弥陀佛是大圆满。啊，所以你心里头要是只有阿弥陀佛，你的心得就究竟圆满了，这是真正的第一善啊，端正身心耳目口舌，这六根呢。啊，前舌则为身断心正，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啊，这是孔子讲的四无。这是身心端正的。标准是，标准是理，与理相违背的。要放下，不能做啊！啊，合理的可以，理有节度，不能够违约，那就对了。如果深细之，
往深处讲，那都讲到明心见性了。深细之字，举这个例子，尔当自断。即为观音大师梵文自信之耳根圆通也。这是真正的体验。观世音菩萨他怎样修行正果的？他平常用什么样功夫？楞严会上讲得很详细。他用耳根修行法门，无量无边，八万四千。归纳起来呢，不外乎25大类。归纳这25大类展开，84000，再展开无量无边，无数无尽，这25是什么？六根、六尘、六识，这三六就18了。18再加上，这18层没有包括的，地、水、火、风、空、见、识，这7个叫7大。18加7，25。用这25条把宇宙之间所有一切法，无论是精神现象、物质现象还是自然现象，通通都包括了。佛是很会用这个归纳的方法，把非常复杂的东西归纳成很简单。它非常深奥，但是你听起来，不觉得它很难。对学习的人，能够增长信心呢。观世音菩萨。他的修行方法就是用耳根，所以菩萨慈悲，千处祈求千处应。他不是先见到，他是先听到，接受到有缘众生的感，菩萨自然就应。用什么方式应？楞严经上说得好，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这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自己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尚且没有，他怎么会有分别之处？所以佛菩萨在世间现身，在六道，在世间现身，
都是如幻如梦啊。你跟他有缘，你见到他了；没有缘的人，没见到他。啊，见到他，一定得利益，他会让你感受。我们中国人讲气氛，外国人说磁场，你感受他的磁场。啊，在这个磁场里面，烦恼不生，习气不会现前。正知、正觉、正念会显现。为什么？它跟自信通了。五伦四维八德，佛家上所说的，啊，三藏、三学、三慧。啊，六根、六尘、六识，啊，这些东西无非心得了，是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因为有障碍，它不能现前。啊，我们今天有烦恼障。有所知障，这叫二障。烦恼里头有见思烦恼，有尘沙烦恼，有无明烦恼。啊，它们起作用就是轮回、迷惑、造业、受报。受报时候又迷惑，又造业，又受报，永远在流转。他停不下来呀！如果哪一天停下来了，六道就没有了。我们只要知道六道还在，我们就肯定自己烦恼习气没断。为什么？断掉它不存在了。啊，没有断，外面境界会影响我们，心为境转，很苦啊，六道众生啊，真正觉悟了，转过来了，你就得自在了。转过来什么呀？是境随心转，不一样了。啊，我心善，境界没有一样不善；我心恶，这世间没有一样不恶。就是外面境界随着我们自心转，啊，观世音菩萨修耳根。二是闻，他闻自信，自信之外的他不愿专一啊，所以他修的法门叫梵文自信。楞严经上说，梵文文自信，性成无上道，
无上道是妙觉果位。那换一句话说，观世音菩萨早就成佛了，不是普通人的妙觉位再来的啊，妙觉再来永远不设妙觉，也就是说他永远不曾起心动念过。为什么？起心动念这个虚妄的境界没有了。那观音菩萨呢？观音菩萨也度不了众生，境界没有了，你度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观音菩萨真实慈悲，遍法界虚空界，刹土无量无边，众生无量无边，哪一个众生有苦难，他全知道他化身去了，分身去了，自己的本身在阿弥陀佛讲堂坐在那听经如如不动，神识呢从头顶上出去到哪里去了？十方世界一切诸佛讲经教学的道上，他全知道，他就听进去了。诸佛所讲的经论不是相同的，都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诸佛所说的这一切经，他都圆满地得到了。得到之后告诉诸位，灾难来了，害不害怕呢？告诉大家没事，灾难发生的时候最重要的一心不动，这比什么都重要。要坦然，要镇定。我们这个心不会被境界所转。说一句容易懂的话，不为外面境界所动摇，这是第一桩重要大事。你不怕，你就生智慧，你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怕的时候，一害怕，心一乱，那就麻烦大了，就随业流转。所以在平常一定要养成修养嘛，养成真正认识生命，就是要肯定生命是不生不灭的，你就不会怕死了。人在临命中时候，特别是灾难，怎么死的？我觉得100%是被吓死的，他不知道事实真相，所以被吓死了。吓死的人很可怜，是
魂飞魄散。啊，他的魂魄不能聚在一起，聚在一起成形啊，他能办事啊，啊，一下子统统分散了，这很可怜。分散会不会再成形呢？会。如果分散太厉害了，它恢复时间很长。啊，当然还是会恢复的。是大灾难会产生这个现象。啊，人为灾害里面像原子弹。这个一爆发的时候，人的确是魂飞魄散，确实这样子。所以那个罪很重啊！这些被炸死的这些灵魂，没有一个不怨恨他。啊，才死10万人，就有10万个冤亲债主。死20万人就20万个冤亲债主。听说现在的核武，一个原子弹可以消灭一个城市，100万人居住的城市，啊，那就是一刹那当中，他就着了100万个冤亲债主。如果人晓得这个事实真相啊，谁敢干这个事情啊？啊，没人敢干这个事情。啊！你要去投原子弹，你去投，我才不干了。这种业报啊，永远报不完的。啊，这是我们这里讲第一善呢，这投原子弹，这是第一恶。惹这么多冤亲债主。哪一辈子才能够了啊？啊，第一大善要做，第一大恶决定不能做。第一大善，善中之善，无过于念佛。念佛才是真正做善之第一主啊！为什么念佛是世心做佛？能吗？不成问题。啊，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佛讲得很清楚啊，你本来是佛，你现在念佛。念佛目的在哪里？目的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你看，你本来是佛，现在又想做佛，哪有不成就的道理？你本来不是佛，你现在想做佛，你在做梦啊！你本来是佛，现在做佛是理所当然。你要有信心呐！啊，信心不立的时候，灾难现前就不进不步了。啊，现前怎么样？好像没事，不会被他所惊动。这个时候显出你的定功。啊，不慌不乱，不惊不怖。用智慧来处理。智慧是什么呢？阿弥陀佛。或者念南无阿弥陀佛。如果这个共业里面有我，
我们这一声佛号就把阿弥陀佛请来了，阿弥陀佛接引我身了。如果我的鼻翼跟这个业不共，灾难来了，我还会留在人间。留在人间的意思，别有任务。那个任务要回归我们这个做善之地上。为留下来的众生表法，教化这些众生，只要是留下来的众生，肯定都很好教。为什么呢？他们老实，他们听话，真敢。符合这六个字的，肯定都留下来。不听话的，不老实的，不真干的，统统走了。所以那个时候众生好教啊，这是肯定的，留下来是干这个事情啊，不是干别的事情啊。我们学到这里了，明白了。就有心理上就做准备了。两桩事情做一个准备。这一个准备是什么呢？就是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把这两桩事情都摆平了，都解决了。所以尔当自端呢，举着一个例子，即为观音大师梵文自性者，耳根圆通。大师不著文臣，梵文自性是为断耳。因为观音大师这个法门与我们念佛有密切关系。你看印光大师，这是依循过去祖师大德的教诲，教我们怎么念法。佛号从心中升起，这个注意，怎么从我心是阿弥陀佛，所以佛号从心中升起，心里没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从外头来的，那不是你心里头的。这个意思很深，又不能不知道。心里头真有。什么是真有呢？念念不忘啊，是心里头第一桩心思啊，念念不忘啊。有时候好像忘记，其实没忘。就像我早年在台北景美，我们的华藏图书馆，过年的时候，有一位老居士，应该有70多岁，过年嘛，来拜年，来看我，告诉我，法师啊，我这几年念佛功夫很得力了。我说好啊，太难得了。
啊，这我什么都放下了，可是还是有一桩没放下。我什么东西没放下？孙子没放下。他没有，并不没有吧？一天到晚孙子，他没有吧？他没有念的。哎，但是他真的心没放下。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把阿弥陀佛跟你孙子两个对调一下，你就成功了。啊，怎么对调了？孙子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孙子。这个念头一改变的时候，你的功夫真的灵了。啊，那这个对调会不会有罪过呢？你要想的。你这个孙子真的是阿弥陀佛，他不是假的。谁说的？释迦牟尼佛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的孙子是众生，他本来是佛，他本来是哪一尊佛？本来就是阿弥陀佛。你能做如是观呐、啊，你的境界就转过来了。这不是大不敬呐、啊，这是帮助你到西方极乐去成佛。你到极乐世界成什么佛？你跟阿弥陀佛学的，你将来学成的还不就是阿弥陀佛吗？啊，阿弥陀佛绝对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我是阿弥陀佛，你们可不能用我的名字啊！阿弥陀佛绝对不会说这个话的。阿弥陀佛是究竟圆满佛，啊，每一尊佛都能修到最究竟圆满，修到最近圆满就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所有一切诸佛的通号，啊，每一尊佛都能称阿弥陀佛，佛没名号。啊，从究竟圆满上来讲，通通是阿弥陀佛。啊，那释迦牟尼呢？释迦牟尼这个名号是教化众生，从众生上起的。释迦是仁慈，牟尼是清净。啊，那我们要问。哪一尊佛不清净？哪一尊佛不仁慈？每一尊佛都是释迦牟尼啊！佛的名号是信德了，菩萨的名号是修德了。性修不二啊，性修亦如啊，这华严境界啊，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不是妄想啊，帮助我们提观照功夫，在一切时一切处。通通能提得起来，这叫真念佛人。心里面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第二个念头啊。第二念是阿弥陀佛，第三念是阿弥陀佛，一切念全是阿弥陀佛。你怎么不会往生？肯定往生嘛！啊，麻烦出在哪里？麻烦就出在执着。
执着是错的，执着是莫那变现出来的。莫那是染污，染污的根源。这个根必须把它拔掉。就用这一句名号，把所有一切不善的根全拔掉了。这个东西太好了。精从，无比殊胜，方便。令一切有缘众生遇到这个法门，遇到这个修行方法，他真听懂了，真听明白了，依教奉行，他这一生肯定做佛去了。所以不住文尘，尘是什么？声音，音声。色相音声不会受他的影响。你听到了，你看到了，不受影响。要在这个里面学习。我们一般像看电影一样，你可以欣赏它。你不会升起执着的心，不可能升起。也就是说，你不会占有它，不会想把它给引为己有，知道它是假的，不是真的，没有控制的念头，没有占有的念头，没有支配的念头。尽心去欣赏，欣赏什么？自信之美呀！自信变成十法界一真庄严，自信变成了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你都可以欣赏。不能迷，什么叫迷呢？起贪嗔痴慢就迷了。欣赏当中不生贪嗔痴慢的，这是什么？方老师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没有贪嗔痴慢的，不生烦恼啊，他生智慧，不生烦恼。他会赞叹，自信无量无边的功德。能生能现，不思议的境界。叫佛知佛见，看华严经，华严境界多美多殊胜了。自性变现。六道轮回，地狱恶鬼畜生，都是自性变现的。那是自性是一念不善变现。诸佛菩萨境界是一念纯善变现的，那善跟不善平等的，因为你没有分别，你没有差别，平等境界现前。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